各位，我回来啦！游戏画面还很稳的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啊！哦，干！啊，我觉得可能有人还会想要回来看。我现在那边估计，我现在这里逛完个五分钟啊，然后等，我怕有人没跟到啊。现在正玩到最关键的地方啊。好啦，其实这是一些误会啊。就我今天有跟 Rocket 的厂商约，我们约晚上7点要谈一些事情，但是由于昨天我们觉得台风可能会来，然后我们可能会改个时间，然后 Rocket 他说就是明天台风可能会很大，我们在如果有台风，我们再约另外一个时间。然后我误会一次了，我看成要约另外一个时间再定。所以我就以为今天没有了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然后我不知道 Rocket 今天已经到那边等了，我等了一个小时啊，在这边我向 Rocket 的负责人大鸟，就是他叫大鸟啊，说声抱歉啊。可是我刚刚有请他喝一杯星巴克啊，以补偿他一下，他等我等那么久，我就请他喝了一杯拿铁啊。还好啊，人蛮好的。好，现在9:02，我们等到9:04再开始吧。我觉得我刚顺序有点错嘞，因为我们刚刚那边不是玩到一半就，玩到一半我们不是直接去那个开那个珠宝箱吗？就是泰迪熊那个，开那个，然后直接被一群不知道什么鬼东西杀掉，你们感觉是顺序搞错？感觉应该要先来这边。然后再去开泰迪熊那个东西。噔噔噔噔噔，很多人都跑去洗澡。刚我去就是跟厂商 Rocket 谈一些东西啊，是吧？很快就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再等两分钟后再开始吧。对，我真的觉得顺序错，因为刚有人在那边提示我说那个，因为其实我刚刚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英文数字那个笔画那到底什么意思，可是我这边后才发现，你看问这才知道，问这个东西，他等拿到了这个纸条，纸条怎么不见了？对啊，我先没看到尾巴，感觉应该先看到尾巴，然后后来才去看那边。好了，等不及了，我还是先玩了。然后我们继续探险吧。好，出发了，威斯。好，我们继续探险。刚才他就搞我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，这王八蛋想干嘛？我是不是要被追了、这家伙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家伙看起来就是邪魔歪道啊！找到你了，然后嘞，靠背，靠背，滚哦！不要追我！靠呗！等一下我要回去吗？等一下，我先储存好了，好可怕，我先储个存。哪里可以储存呢、先让我储存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先储存。感觉我等就出事了。这边可以储存吗？这边可以储存。这感觉有 bug 因为。感觉刚顺序搞错了，感觉就是刚才家伙就是来找我们那个。好，我要回去刚那边了。看那个时候找到我的王八蛋，来，我们现在回去找他。好，我不在前面了。干这间超可怕哇，这间感觉是那种，这间最可怕的那种
那个人带来一对双胞胎，是疗养院关闭前医生从收容所带来却没有卖出去的商品，所以双胞胎是个商品就对了，感觉这边是坏人，就感觉这边很多坏人、啊。但伊丽莎白的教养非常好，也愿意配合我们交代的事。玛格丽特在实际见到他后也表现得相当稳定，我想暂时可以这么处理。只是另一个孩子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好。哎、欸，靠背，所以我们是双胞胎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是双胞胎吗？那个人带来一对双胞胎，是疗养院关闭前医生从收容所带来却没有卖出去的商品。本来记得。哎、欸，靠背，所以我们不是玛格丽特亲生的就对了，所以我们不是玛格丽特亲生的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感觉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不是亲生的，然后我们是个双胞胎，我们女主角是个双胞胎，另外一个孩子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好。哇，感觉是正在大概懂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这个感觉是要散掉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刚才王八蛋还在吗？哎、欸，刚才王八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刚才王八蛋不见了。哎、欸、有三只熊哎、欸！等一下，这三只熊是前面的三只小猪吗？这只熊一脸看起来很丑，这只熊没有了鼻子，这只熊脸整个被挖掉了，这感觉也是什么梗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第一只熊长得很丑，第一只熊是好，反正就长没有眼睛，应该哦，这只熊没有眼睛，第一只熊没有眼睛，哎、欸，第一只熊没有眼睛，第二只熊没有鼻子，第三只熊整个脸都不见了，没有扇子去打开。病床分派守则，哎、欸，这什么？看不太懂哎、欸。病床分派守则，害 A 开头是害怕寂寞，需要待在人群里。哎、欸，有人懂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吗？有人懂吗？五个，这是。这我都看不太懂，看不太懂这五个英文是什么意思。A 是上吊自杀的，然后 B 是幽闭空间。哦，人名哦，哦都是人名哦，因为都是人名哦。好，我们人名啊，好，就是个人名。A 开头的害怕寂寞啊，所以是病床吗？那我可以病床看得出来谁是谁吗？等一下，这只没有眼珠哦，我全部都有拿眼珠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等一下。那面具呢？我看面具可不可以放在脸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眼珠要给他，他没有眼睛，所以我把眼珠给他。哎、欸，这鱼的眼睛从我第一章开始就留到现在，终于有他的用途了。好，有点可怕，还少了一只眼睛。好，这只是没有鼻子，这个没有，哎、欸，这感觉直接给他面具吧，这应该是给他面具。好，好丑、哦，有够丑的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多看几次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哎、欸，这个长得有够丑的，一个熊娃娃脸上放这个面具，有够丑的。船上有数字吗？哦，四，哎、欸，真的有数字哎，四伤，一二五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张是害怕寂寞，哎、欸。可是这只是数字哎，
可这不喜欢接触人。是啊，可是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啊？看不太懂这数字的意义代表了什么。这是五，刚才英文要对应数字床位，所以 A 就是一吗？害怕寂寞需，害怕寂寞需要待在人群里，所以一是害怕寂寞需要待在人群里。这家伙害怕寂寞就对了。然后二是幽闭恐惧，不能在。看不太懂欸。啊，我觉得提示没有拿到啊，我们先不要解这个啊。没有上锁却打不开。啊，好，我们先继续画。我觉得没有提示就不要先往，因为就很容易会搞错顺序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好，我们先把。都恢复，我觉得没意思耶。我觉得我们先找其他地方吧。我现在还要去哪里啊？安安，等一下，我看我现在有什么道具。我现在哦，好，紧闭眼睛，我们去最右边的上门吧。我觉得最右边的上门要紧闭的眼睛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忽然想。好啊，我们在那边死过一次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出个村，这也不能出村。出个村，好，最右边这个房间有个紧闭的，这本书本来有吗？看一下，屋里开始受到破坏，墙壁被蜡笔涂脏了。我发现我的日记本被放在不该。在的位置，通常那孩子会沉默地盯着某一样东西一整天。少数不那么阴沉的时候，会盯着自己的布娃娃。这孩子也太扯了，太阴沉了吗？这孩子是谁啊？或盯着我，我感到恐怖，但没有别的办法。他说谁？这应该是玛格丽特的日记啦。那孩子是在说谁啊？感觉有阴谋啊。看一下吧。来，走，前进。谎言之父，说三是一。好，紧闭眼睛，打开喽！打开。看看最近也蛮危险的感觉。一个泳圈，哦，得到游泳圈了。没事。海面的话，游泳圈，可以穿上去，好，我们穿上去吧。哇，我们穿了一个泳圈，好可爱啊！鼠疫细菌寄语，叭。双重地下人物出现上，如患者认为所处地是医院又是监狱，或认为这里表面上是医院，实际上是监狱的。双重定向应该双重认知之类的。好，不要理他。最难的那种，得到什么？我在伊丽莎白的坚持下和你，我在伊丽莎白的坚持下，另一个孩子还是住了下来，所以应该是双胞胎啦。
可是感觉我们自己女主角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另一个孩子还是住了下来。另一个孩子应该就是那个 K 校的孩子吧？我们答应不会将他们分开。我们京东广告，我喝个东西。有广告的话，帮我把它看完 ，Thank you。有哎，看一下我们广告，换一下。被广告吓到。哎，放个广告，放个广告。刚刚关掉啊，又开。哎，我刚开15分钟，因为刚刚有事情出去，又开，没广告哦。OK， 好。那我继续咯，有人有广告，有人没有，欸，因为这个广告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有人会收到，有些人不会收。对，欸，看广告，看广告你就可以单方面，你就可以让我赚 money money， 你又不用抖内订阅干嘛的，免费让 Wish 赚，你还不看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差不多了，继续开始咯。好，但在伊丽莎白的坚持下，另一个孩子还是住了下来。我们答应不会将他们分开。欸，其实看广告对实况组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啊！可以看的话，如果你还能看完它，不要把它按掉，我会更感谢你。好，我们答应不会将他们分开。那个人办了领养这两个孩子的手续。当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出现在玛格丽特面前。所以通常我会和另一个一起待在门外，所以这篇日记应该不是玛格丽特写的，估计是玛格丽特的情人，我不知道情人是谁，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然后另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小孩，我们是伊丽莎白，我们是正常的小孩，我们是正常的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双胞胎是有点问题的。好，玛格丽特只是执着于他的孩子在哪这件事。对一的变换力并不清晰，我知道这不是好事，但他对我笑了。我感觉他妈妈可能也有点，也有一点神经病之类的。好，哎呀，吓我那么多次，我已经不会被吓到了。好，问一下花朵，一个上手的保险箱 ，EHFAB， 好，正在按，我带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先看起来东西。神经病与人的存在，会不会登了到之后，我们主角自己是神经病啊？得到银钥匙。这什么字？伊丽莎白很开心能够待在这里。伊丽莎白很开心能够待在这里，但是我不会被骗，但是我不会被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开了，1 1 2 3 4 4 1 2 3 4 3 F 1 2 3 3 A 1 1 1 2 3 A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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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三画 F 一二三，三画 A 一二，哎，应该是二画吧？一二三，应该这样。哎 ，A 是三。要看位置，哦，病床病床，对，是病床。好，我先记一下开头。哦，所以不是数字 ，EHFAB。好，我们去对手术号码，我们去手术室吧。好，去手术室，出发。我们穿着漂亮的泳圈。出发去守护室。哎、欸，不过我现在有游泳圈了，我想先进去。哎、欸，又是你，安安。
那个人到底在看什么呢？我感觉关键的要来了。伊莎白想着，却没有勇气问，所以跟着蹲了下来。空洞的目光依旧空洞，即使旁边多人也没有离开镜面。总觉得好眼熟，但想不起更多。啊，对了，伊莎白说这个给你，我给他糖巧克力，很好吃的。他说，我才不要，哎，拽屁哦，给你巧克力也不要，给你面子，结果你不领情。你想做什么？他也不太确定，所以想的好再说。只是因为我有很多，对啊，我巧克力多到爆那种，骗子。啊，我就真的有很多嘛。丢出令人摸不着头绪之后，他说我骗子。他到底是谁啊？照一下镜子。哎，我感觉这镜子你就会出事，我们多问几次。好，没有。感觉游泳圈我们就可以游过去了。哇，泳圈好神啊，直接各种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，这泳圈太溜啦，好厉害啊泳圈。哇，厉害泳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但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啊，就这样。哎哎，还动。哎哎，三小三小，哎，在动哎，哎，干！看我被吃了、欸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找眼睛，我、哦、找那个眼睛。但那只是其中一个，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有一对，但那只是其中一个。不太懂哎、欸，说谎的会被吃掉，所以我是说谎的。哎呀，他说不，哎，刚前面他是说不会说谎的，我说谎，所以难道伊莎白自己是个骗子？所以我们自己玩的人是骗子，所以我们一直玩那么久，女主角是个骗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们继续破下去就知道了。是因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小男孩，剩下的木偶这样为自己。但是狐狸跳出来，但是为什么不是你呢？你明明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为什么不是你呢？哎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啊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是说谎的人吗？再看一次，看不太懂哎、欸。你们因为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为什么不是你呢？所以等于是，我觉得狐狸说这句话是在，可能是在怂恿我们要做坏事之类的。好了，算了，我们再继续破下去吧。欸、这边感觉是孤儿院之类的，儿童房不能大声喧哗，不能弄脏环境，不能走出房门。好，那就我们进去吧。好，只是个镜子。欸、感觉我会出事。哦，还是个镜子。欸、我觉得感觉一定有上门会有出来，一定有东西出来吓我。哎、欸，感觉要出来吓我嘞！感觉第四面镜子，我觉得第四面门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第四面门绝对是最可怕的那种。我要开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完全不可怕。好。哎、欸，
为什么？哎呦，哦，这是同一个门吗？不同，我可以走回去吗？不行。那些有小孩子在那边哭，哎，不能剩下食物，不能挑食，不能吃的太多。我就是要刚刚好啦。靠，我真的觉得真的会有东西出来吓我。靠，我觉得要出来了，差不多要来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感觉要出来了，应该这个、哦，应该这个、哦。哎，好恐怖、哦！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应该啊，来不来？应该这个要出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？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看，这每面镜子都没有东西哦。好，要出来了吗？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，越来越可怕嘞！靠背啊！不能说谎，不能晚睡，不能离开这里。哎、欸，感觉要来嘞！看，看，我这就要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在咬桌子呀。你要来，你要来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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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要来要来要来了、啊！又来了，差不多要来要来要来了！哦哦哦，干你老师，干什么还没来？什么时候出来啦？哦，好，出村出村出村。没有，我觉得真的要来了，差不多要来了。哎，还有。哎，所以根本没有东西，干嘛？都我自己在吓自己，操你的！哎，这三小，哎，三小，三小，回乡在即，我到处漂浮不定，颇想真实地诞生，巴不得撞破这个玻璃瓶。但是照我至今所见的情形，却不敢贸然向那里面投进。可得，靠！我怎么觉得，我们就要出事？靠腰嘞！干，这声音最可怕那种。干，这声音很小啦。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哇、哦，好刺激哦 ！Hello， 很小啦，你什么东西啦？这看起来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耶。你在里面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来了啦？你是不是拿走了眼睛？对啦，我就是拿走眼睛了啦，不然想怎样呢？啊，他好像看不到哦。这是有一个娃娃，就是那三个熊娃娃里面有一个是没有眼睛的，这个小王八蛋就是没有眼睛那一个。他看不到你，看不到我，谁要出声啊？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真的看不到我。你们很特别哦，只有你们没有被送走，但只有你们会得到爸爸妈妈哦。应该是我觉得这三个小猪跟我知道了，病床里面本来不是有五个人吗？我们双胞胎两个双胞胎加这三个小猪五个，等于这孤儿院应该是会虐待儿童之类的，然后里面有五个人，然后我们跟另外一个双胞胎被送走，送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然后另外三个留在这里被虐待，差不多是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妒忌我，想要给我死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他超废那种。我跟你老师，跟。
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. 欧比来斗哥，感谢温蒂跟紫金单色帮助，现在过很好。重来。还好我有图书。最好这么快哦。妈那么快谁扭掉啊，干我直接秒杀欸，靠腰。再玩一次。欸，我觉得他刚看到的画面应该是。哦，踩水会有声音哦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不踩。他超厉害那一种欸，他那个走位这么快，你最好跑得掉，你送他走了眼睛。他最好跑那么快哦，我最好知道哦。你们看，你们有看到那个速度吗？看最快那一种欸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悲的 ending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很多结局。好，欸，我们不要踩水深哦。欸，好，我们先去问上面那个东西，不要踩到水，不要踩到水。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再问一次。哎呀，靠背有斧头哎！继续看下去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再看一次。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我也看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逃离这个房间。哎，不要踩到水哦，稳稳的哦，稳稳的哦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一步一步走。哎呀，干，这边会踩到，对啊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干，你会踩到水哦，还好还好，我只要一离开水就，哦，背了他一下，先背了他，哦，先背了他。干你娘嘞！干，好困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欸，哦，干，等一下，这边，哦，还好，应该追不到我们了，吓死了，我回来就安全了。欸，我们干掉他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应该赢了，我们应该干掉他，他没骚扰我们。哎，这样话我有点想重玩了，因为我前面死过一次，感觉我那次不能死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个档案，我有个储存是，我有个档案可以回到之前我还没死的那时候。好，我们先中场休息，我现在有点抖啊。我们进段广告，我去看个卡萨。
没有，刚刚去看卡法，卡法尿尿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继续破关。都好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进入快结局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反正等再重玩就好。好，我们这边先给他装上眼睛，好不好？好，少了一只眼睛，来，我来救你，爸爸就给你给。刚刚你好丑、哦。你最丑那一种，大小眼哎，看屁哦，看屁看。现在插了个鼻子，这个面具也丑到爆炸那种。木片，我们不是捡到木片吗？木片可以给他当鼻子吗？木片，哦，不是，写着五的木片。我想换，我去戴帽子。我来看一下哦，EHFAB， 所以 A 就是一嘛？什么意思啊？A 是一吗 ？A 是一 ，B 是二 ，F 是三 ，H 是四。145，好，所以照顺序来讲应该是54312吗？因为刚那个是 EHFAB， 所以应该是54312。好，来，我们去解刚那个东东吧。我觉得不是我们去解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是这间吗？3 1 2，不是EHFAB， 感觉不是那么简单，我们再去看一次。它有什么症状叫对应那边的床位啊？我懂了，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 A 有什么症状好了。A 的症状是害怕寂寞，需要待在人群里，是 A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A 是哪一个。害怕寂寞，需要待在人群里。害怕寂寞，需要待在人群里。所以我觉得害怕寂寞，需要待在人群里。估计他的床位应该是中间这一个吧，我觉得应该是五 ，A 是五吧，感觉对啊。他说害怕寂寞人群里，说他应该是被夹到，所以 A 应该是五 ，A 是五啊 ，A 是五，别给我提示啊，我要自己玩啊。B 是幽闭恐惧，不能在封闭空间，所以应该在比较大的。B 是哪一个？幽闭恐惧嘛，比较大。不是一就是三吧？这应该不是一就是三。好，我再去看一下。B 不是一就是三吗 ？C 是F 是注重隐私，注重隐私。注重隐私的话，应该是，看不太懂一跟三都错。幽闭恐惧不能在封闭空间，然后 F 是注重隐私，
幽闭是不是不能哦？不能用遮子帘，有可能哦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就是这是五的，哎，三个，所以是二吗？二跟一都没有啊。B 是没有船的那一个，再看一次。哎 ，B 是没有船链 ，B 是没有船链的，所以是没有船链的是 U B 不能遮帘子，那是二吗 ？B 是二，所以 B 是二吧 ？B 是这个 ，B 是二。然后 F 是注重隐私的，注重隐私感觉是被注重隐私感觉是两边都被遮住了，所以注重隐私的 F 应该是四，它应该是四，对，因为它被两边窗帘挡住。然后 H 是灾后创伤，在意逃生出口，逃生出口。在意逃生出口哦，所以他应该是一吧，因为逃生出口最近。F 是三吗？好啦，好 ，H 应该是一啦 ，H 是一，然后一不喜欢接触人，不喜欢接触人应该是三欸，对啊，不喜欢接触人，不喜欢接触人应该是这个吧，三。所以1应该是3吧 ，F 是4，对、啊、，F 是4没错啊，是 F 是为什么 F 是3？好，反正先试试看吧。F 是4吧，对吧、啊？好，我现在分析1是3 ，H 1 F 是4 A 是5 B 是2，没关系，到头再试啊，我就先往看看。好，来。旁边等于六靠北哦。哎，好。一是三 ，H 是一 ，F 四 ，A 是五 ，B 是二，三一四五二。哎，对，三一四五二。好。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，玛格丽特开始。间歇性，开始认不出我是谁，这应该是玛格丽特深爱的人，但他在其他方面症状都改过了。见到孩子也和我一样待在门外，在和自己的布娃娃说话。我觉得他说那孩子应该就是戴帽子那一个啦，因为他不是对着那只兔娃娃说，对吧、啊？说那是他的，所以他说的那孩子应该是兔娃娃。露出了我很欠的表情，我试着给他一些巧克力，得到金属钥匙，看我变，好，给他巧克力，这搞不好关键。这个钥匙。稍微张开的眼睛哦，我知道是儿童房左边的间。好，我们去儿童房左边的间。其实这蛮好玩的，感觉不输模拟之家还有 IB 的，我觉得这款做的还不错，玩起来蛮好玩的。模拟之家 IB 我都玩过啊，然后私底派对我有玩，可是我没有全部。我很喜欢玩那种解谜小游戏，很爽。哦，第三个答案不能存。张开眼睛，应该是这里。好，打开了。西洋棋。等一下，退回去。为了防止不测，必须擅自留意。等一下，先不要。没有上手枪。
黑衣的看护今天也很早起，露出和我很像的表情，但是我不会被骗，但是我不会被骗。哎、欸，主教，这是国王吧？国王、主教、兵、城堡、皇后，哎、欸，这是皇后吗？皇后是哪一个啊？这是骑士。太久没玩西安棋了。这是兵吧？这主教没错吧？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皇后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皇后是扁的，这才是皇后吧？然后这应该是国王，这是国王。哎、欸，然后黑衣的看护今天也很早了。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是。我觉得是会不会我要杀国王呢、啊？十字架是皇后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是皇后吗？城堡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皇后。哎、欸，十字架是皇后，我有点太久没玩。哦，这是皇后，然后这是国王吧？皇后、国王、城堡、骑士、兵、主教，主要角主教。好，然后我们有个白色的兵。欸，我觉得真的可能要我们杀国王之类的，我先把这个移到国王旁边好了，我怕国王真的出来干我，我要先把这个移到国王旁边，真的可以马上给他死。来咯，好，按咯，我按咯，各位，好按，哎、欸，靠背，被表了，不行，我再，干有没有见的哎、欸。去你的嘞！妈的，直接把我秒杀！好啊，不能玩对玩啊，这我还先手。好，我来，我再一次。国王人走直了吧？哦，姑娘，哎、欸，这是皇后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皇后哎、欸，十字架还国，十字架国王，这是兵，主教，骑士，哦，所以皇后，我觉得皇后他可以，哦，我玩错，应该是，哦，这是皇后搞错了，好来，好直接，那我这边开撞不到我了，撞我啊笨蛋，为什么我死了？哦，对哦，小兵是吃血的。我、哦、太久没玩西洋棋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懂意思了。哦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我想到怎么玩了。我会玩了。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小兵放在旗子里面，然后就是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不会被杀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推到不会被杀的。我再转看，比如说，如果我推这里，应该会被城堡皇后杀掉。各位看啊，应该是这样，会被杀啊！我就知道，我知道怎么过啦，太简单啦，死个两次我就会玩了。好，我会玩了。来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放到一个他们所有都杀不到我的位置，放在不会死的地方。对，厉害 ，Wins。聪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城堡，感觉这里杀不到啊，应该这里，应该这里吧，这里应该没有人杀到我，应该这里，因为城堡人走直的，城堡杀不到我们，然后骑士是吃一个日嘛，他杀不到我们，然后主教也杀不到我们。士兵也杀不到我们，好 ，OK， 应该就这里，这里应该就最完最没问题。来，哇，好天才啊 ，Wins， nice， 是好，得到了牙齿。对啊，因为这里没地方杀得到啊，这也是唯一一个不会死的位置啊，其他都会死啊，对啊，其他都会死。我以为是要杀国王，原来不是，原来是不会死的地方。欸，好，牙齿五的木片，还有个牙齿。对哦，有一只熊，可能熊不是没鼻子吗？应该还是没有牙齿啊。我们去给他吧。来，我们去找刚才的熊。
感觉我快破光了。哎，左后肩。哎，对，是这肩，搞错靠背。好，他没有牙齿，他没有嘴巴，我们给他。好。哎，这个也有够丑的、啊。哎，抽屉打开了，得到金属钥匙。哎。三只丑丑熊都给他们东西了。哎、欸，靠呗，变了哎、欸，并存分派守则，干这五个都死了哎、欸。A 上吊 ，B 坠楼 ，F 服毒 ，H 休克 ，E 在浴缸里溺毙。哎、欸，这五个家伙都死哎、欸。看一下 A 上吊，是 A 是5吗？对他，哎、欸，他上吊了，哎、欸，对他真的上吊了。好，我看一下他怎么死的。A 是上吊，然后 B 是坠楼 ，B 是二号病床，二号病床的这家伙，二号病床他坠楼了，这家伙坠楼了。我们再看其他人。然后 F 是服毒 ，F 是四号病床的服毒，这家伙服毒自杀了。哎，哦，这家伙服毒自杀了。好 ，H 休克 ，H 是一号病床的家伙休克了，这家伙休克了，看不出来哪里休克了。然后最后一个一号病床，一是在浴缸里溺毙。哦，所以浴缸里溺毙应该是在那个，就是追我们那一个，哦，就是一开始追我们那个家伙是 E N N E R I C H， 我觉得应该人名啊。哎，然后上吊呢？哎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在这边有遇到一个王八蛋、啊，这边刚又遇到一个人，四，反正刚才那三只小猪啊，四是哪一个？这是 F 哦，刚我遇到一个服毒自杀的，服毒自杀是 F E R D I N A N D 啊，啊算了，其他人怎么死我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继续破吧。我们现在有一只银钥匙哦，银斧是楼下金斧钥匙，快要张开了眼睛。我换哪里没去？信中有人。我大概9点回来的，9点出回来的。好，我们去，音符的钥匙，音符应该是右边有个钢琴房。应该是这间。好，打开了。没有上手去打不开，估计我怎么觉得我要先除尘，我感觉我要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啊？看不太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哎、欸。哦，地毯，好啦，我们再回去刚才那间房间吧。好，哦，这墙壁有东西，玄秘曲，啊，很小啦，谁看得懂啦？哦。
我可以自己操控，也好好玩啊。对应的键盘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我要怎么弹？乱弹。前面有抄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啦？最难那一种哎、欸，最难那一种哎、欸。键盘好，我弹看看哦，惊叹号，没有用啊。不可能啊，不太一样哎、欸。惊叹号这里，哎，惊叹号是一，小老鼠是二，钱是四，哎没有，四 percent 是五，一二是五米是八，你然后一个很像八的是七，问号，靠背问号就没有哦，问号就不是数字键啊。你前面不是有超算符号？我有超符号过吗？哦，好，我记得对，前面好像有个符号，我去找一下。哎，靠背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大小，我不能动了，靠腰哦，吓死哦！这里啊，夜明曲平台上磕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惊叹号等于 Q。懂欸，好啊，先解别的地方吧。好了好了，好，现在不要硬解。好，那我们去其他地方吧。我们还有另外一把钥匙，金属钥匙，我觉得忘你再回来解啊。这里之后才来，好。那我现在，现在我这个还没有解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个五号拼图，可是我还有其他五的木片。五应该是放，这应该速读吧？十五你是放中间啊，这五你是放中间。可是我还要缺其他木片啊。好，我们去解其他东西吧。一堆镜子那，好，我们去一堆镜子那。好，哦对对哦，镜子那边有一个钥匙哦。你这样讲，我忽然想到了。哇，你们各种聪明啊。按个广告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去镜子那间房子吧。哪有啊，我一个聪明啊，只有北齐。好了，按个广告，有的话帮我把它看完。有
的话帮我看完。Thank you。好了，没广告哦。好，那我出发了，各位。好 ，with go。好，我们去镜子那间。镜子是这间吗？对，这间。咬三小，我觉得我先存档，我存个第二个好了。好，快要张开了眼睛。好，来咯，要开咯，金属钥匙打开了。哦，有暗密道啊。好，来探险咯。干，这个迷宫。我直接告诉我走着。这不是那个娃娃吗？兔娃娃。Hello， 兔娃娃回来检查一下。好。这还不简单吗？狐狸说：“如果只剩你就好了。”狐狸说：“如果只剩你就好。”感觉狐狸就是个王八蛋，一直在怂恿我。如果只剩我就好了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就能成为真正的小男孩了。感觉就是双胞胎互相残杀，把他劈死啊，是吗？好，再看一次。没东西啊。没有东西耶，就这样吗？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干你娘，感觉要出事啊！你要干嘛啦？那边忽然射从这里走来，伊丽莎白感受，感觉他嘟我哎，嘴，我们要跟他狗鸡了吗？伊莎白感受到了敌意，但他不想吵架，所以他把娃娃藏在背后，小心打个招呼。但那个人样子有点奇怪。干！他拿剪刀干嘛啦？你在做什么？靠背车剪刀是他拿走的。阴郁的气息一步一步靠。干！我觉得来了，刺激的来了。干！要毒我？只有那个不能给你。你说不能给就不能给哦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带走了什么？我带走了娃娃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跑哦！没腰带的铁锹味道，每步都踏出猩红色的痕迹。干，我总感觉他要跟我，你答应过我的，那些人答应过我的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我们女主角伊丽莎白，就是那个故事中的那个小男孩。然后这个家伙应该就是被狐狸怂恿的那个人，答应过不会丢掉我的。谨慎一步，一步靠过来。作为伊丽莎白眼前停下，骗子！操你的嘞！靠腰嘞！干！我要下头去了！我下头去了！干！我们，他没有他，我头去了！哇！还好我走位够溜啊！刚那楼梯外面整个变了，还好我平常撸打的多啊，我这个走位还蛮厉害的。他往有路的方向跑了又跑，跑了又跑，爬上不晓得有多长的楼梯。
没事，别站起来才行。他想着却帮不到。哎、欸，干！我要再跑，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，有种奇怪的感觉伴随着这句话，他却想不起更多。只要没有你，哎、欸，别躲，别躲，不要躲！干，这背景音乐超刺激那种哎、欸。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。句子不断重复到刺耳的地步，只要没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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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尖锐的目光瞪得开始颤抖。于是他也开始想着：只要没有你，哎、欸，该不会我们的反……我靠，我该不会干掉他？我们该不会反打他一波吧？感觉就是反打他一波，我感觉到了。伊丽莎白身为一个主角，反打他一波。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，只要没有你，哇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他反杀了、哦！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们反打他一套嘞！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吗？咦？哎、欸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哎，对啊，他们就是双胞胎啊。这两个是双胞胎、啊。嘣！哎、欸，他被我们反打哎、欸。哦，这个音效好逼真哦，这游戏真的很精致。哎、欸，我们干掉他了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被我们干掉了吗？哇，这个楼梯这么长，估计他应该是死定了。哎、欸、嘿。哎、欸，只剩衣服哎、欸，他冷嘞、欸。我们都要剪刀。哎、欸，我们直接把他一波带走了。哎、欸，现在只剩下一块木头，但它依然是一块木头。小木偶皮诺丘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懂吗？反正我觉得那个人是本来就已经死，应该是本来就死掉了。好啦，我们不懂了之后再看有没有攻略，再看一下。好像我们拿到了剪刀。再看一下布娃娃，只要带着就能安心港。皮诺丘在暗喻他们双胞胎的故事。哎、欸，伊丽莎白察觉一件事。应该要讲故事的内容了，现在应该他察觉了一件事，镜子磨了一层层一层尘埃，在角落映出魔鬼的脸。哇，刚刚好险，差一点就要吃到你的脸。不对，哎，灰梦的精选不对，他用袖子用力擦了擦镜子。魔鬼伸手阻止，但伊丽莎白甩开他的手，擦出一块可以容纳自己倒影的地方。奇怪了，怎么了？奇怪了，有什么好奇怪？魔鬼笑声有点动摇。他看着镜像，想不起的那些更多突然浮现在脑海里。这时脑袋开始鼓噪，脚下地面有些晃动，有点像觉醒前的晕眩。为什么？好不容易才定下心，又颤抖的声音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叫我伊丽莎白？”靠呗！啊，我懂了。从头到尾，伊丽莎白，我们从头到尾都不叫伊丽莎白。伊丽莎白应该是刚被我们推下去那家伙才叫伊丽莎白。所以意思是……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注意到了，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你一定是累了吧？听见有人说，但他已经没有办法冷静。他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握着红色的蜡笔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丢掉。但红色粘在手上，怎么拍也拍不掉，就算抹在裙子上也擦不干净。就算你怎么了，伊丽莎白？他说：“不要那样叫我。”我觉得我们不是伊丽莎白啊，伊丽莎白。好了，又不来了。但你就是伊莎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靠背，三小啦，我不是，
人一点一一杀，靠北，我不是，怎么了？现在是回忆模式吗？估计是回忆模式啊。好，应该是回忆模式之类的。醒来吧，把不该带到现实的东西留在梦里。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。醒来吧，把梦到的东西留在梦里。哎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什么？感觉最后一张呢，应该是要。等一下，这左右，把梦到的东西留在梦里，还有把不该带到现实的东西。有啊，反正就是把东西都留在梦里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来慢慢解吧。我们先去楼下看看好了。刚卡莎好像跑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朋友，哎，怎么回来嘞？感觉我要多看一些白色的东西。他发现了，喂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冷得发抖的影子，或许可以让这里暖和一点。需要放进能被燃烧的东西。这感觉是本来的房间呢。对啊，这感觉是回到什么现实世界之类的。好，慢慢破吧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离开白色的地方，我们先一一探索过。感觉去白色的地方看就好了，能被烧的东西。好，哦，白色是要去的地方。哎，好，我们去白色吧。感觉这边就是没有变的。哦，好，被烧哦，烧件衣服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衣服烧掉吧。哎，不行，不是衣服，我身上没有可以烧吧？剪刀也不行烧啊。娃娃，也不是娃娃，地图啊，好，丢进去了。玻璃链纸张要多烧一点吗？这也烧掉。铺了足够的纸张。铺了足够的纸张，然后再点火。好，哦，他不见了，烧着熊熊烈火。然后呢？好，对啊，烧了，然后呢？那个人，那东西不见了。下我发现什么地方没玩到的，我上楼感觉要去右边。哈喽，安安，被挡在这扇门前哭泣影子，或许给什么让他过去？给你糖巧克力，给你剪刀，给你泳圈。哎，不行，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嘞？算了，淋着雨的影子。
我感觉这应该是最后什么隐藏结局之类的，可是我很多道具没有拿到。淋着雨哦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撑上来。别谢啦，不用谢啦。抱歉，那个时候让你淋雨。他对自己说。哦，对，帽子，好，给他帽子。好，先换回本来的洋装，因为这边我觉得要很高才可以进去。来，帽子给你，快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抱歉，那个时候没有让你进去和大家玩。他对自己的影子说：“好感人啊，这个。”他发现，那孩子在屋里没有事做，放着不管，就会开始乱画墙壁。等一下，按个广告。那孩子在屋里没有事做，放着不管就会开始乱画墙壁。我只好尽量跟在后面。我告诉他，只要是那孩子在屋里没有事做。放着不管就会开始乱画墙壁，我只好尽量跟在后面。我告诉他，只要是画在纸上就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画了一整叠。童话故事讲完了，我就把自己和身边的人的故事也告诉了他。他画了很多图画，我将他们整理成绘本。他只是比较不喜欢说话，并不是个坏孩子。如果我们都不能进玛格丽特的房间的话，就让他在外面陪我玩吧。玛格丽特笑得很愉快，但我总是不确定这样对她好不好。外面的事、家人的事，还有她自己的事，好像是忘了一切讨厌的事情。和那个人与孩子生活在一起，只要他过得幸福，我也很高兴。小跳个动作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这阵子他已经不再弹琴了，所以我让孩子进了琴房。虽然生疏，但他玩得很开心。我似乎也该来学学看钢琴呢。好，啊，有广告，我等你们一下啦。我刚没有问什么东西，啊，稍微等你们一下，等个有些要看广告的，我们休息个一分钟。这边里面有个孩子，来，好，这边，我想和那个人讨论一下玛格丽特的病情，但玛格丽特注意到了，不希望让他担心，所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那孩子说他已经学会弹完。那孩子在说谁？那孩子是说我们吗？感觉就是我们了。如果你又拿出来偷看这本日记，请记得把它放回书柜里。哦，得到日记，把它放回书柜里哦。放回哪个书柜呢？好，把它放回书柜。不是，哦，书柜里有空位，感觉在这里。好，把它放回去，应该是他拿出来的，我们把它放回去。好像像奖励一样放了很多巧克力，哇，十个巧克力啊，好溜啊！包着糖果纸是一张撕下来的日记。他为了一个布娃娃吵架，伊丽莎白摔伤了。哦，所以反正我们刚干掉那个人，反正就是我们双胞胎啊。他们为了这布娃娃吵架，我们被迫停止这样的扮家家酒游戏。啊，得到木片。右边那个刚刚你好，毛毯的影子，给他一件衣服穿吧，来，
别着凉啦，孩子、啊。哎，都回到我自己身上，哎，不是回到我自己身上。好，抱歉的时候没有好好打扮你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是回忆自己的过去之类的，就是啊，反正大概是这样的、啊，我们继续破吧。好，我们再去其他房间找看看。感觉这都是，感觉刚刚那些恐怖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自己做梦之类的。泳圈要还回去哦，泳圈哪里拿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泳圈哪里拿的、欸？泳圈哪里拿的？我想想，哦，这右肩膀。泳圈是，泳圈是刚那肩嘛？刚那肩，对，我们把泳圈拿回去还。好，泳圈，来回去吧，泳圈。好，从这里醒来后去真正的海边吧。哦，得到了金属钥匙。金属钥匙，好。这 BGM 真的好悲伤啊。哎，左边应该没有了吧？看一下，啊，左边没了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。哎，没了、欸，哎，哎，靠背，右上，左上，左上，左上，我看左上，所以还有东西没有解吗？哦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间吗？哎，我都解了吧？我还有哪里没有解吗？浴室，浴室在三楼。应该没有东西了吧？对，我刚拿到一个钥匙。踢的小门，哦，这里，哦，这里有个门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都木片少一片呢、欸。好啦，自己玩了。他这边说左上，左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或许是时候该丢掉了。好，先存档，先存档。好，去找地方存档。哎、欸，找个地方存档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好，就在那边存档吧。好，存档。第三个，哎，好，存第四个好了。钥匙，好，我们再去。哦，我钥匙，我有钥匙，钥匙可以用到哪里？哦，哎，
六在哪里啊？六是 OK， 六是右下角，应该还有个木板。好，好，先走到左上角那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画那边没有解，再让我找一次哈，我会自己找一次。我要死！画吗？剪刀。这个要，这是门吗？哦，这里吗？哦，可以。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哦，我刚才位置错了，难怪我进不去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安安你好。锁住了，好，用钥匙打开它。来，安安，孤单的影子。来，把娃娃给你，感觉就是这样。来，娃娃给你，给你娃娃，感谢我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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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啊，他不是去厉害了，好悲伤啊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，哎，还要去哪里？留下这个东西。哎，靠背，感觉变可怕嘞！一三八，谁叫我？漆黑送的出来，要干嘛啊？刚给我这么温馨的画面，现在要搞我是不是啊？哎。靠腰哦！别吓人哦，贱女人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回，我要溜哦！关于这里，关于自己，还有关于那东西的事，他已经都想起来了。靠腰！靠腰！干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操你个！不要！但梦境不想被结束，用尖锐声音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哦，对哦，我约访约定了。这等于……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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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刀啊！干一杀白快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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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，恐怖！我操你的，快逃啊！伊丽莎白，不要回头，绝对不能回头，绝对不要回头，一直跑就对了。我死了，我估计要被吓了。要不再来一杯茶？都被干掉了。我怎么死啊？他坐着，却好像是躺着。好啦，这应该是其中一个结局啊，估计我是爆了。没有，我们先看完这结局吧。眼睛睁着，却好像是闭着，看得很清楚，却又好像不是很清楚。还是要加点砂糖。好像有声音这么说，
然后发了一声，在已经停满糖块的杯里倒进一整杯白沙。要不再测一下？好像有声音这么说。也好，反正至少之后，我怎么感觉这就是最差，这就是烂结局啊！至少之后会醒来，醒来后还是会睡着。啊，安静的地方，希望这一秒永远不要结束。哇，他不记得有闭上眼睛，但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睁开过。感觉这是烂结局啊！令人安心的漆黑盖住了世界，带他走进梦里。嗯。BED2 梦的延续，哇，不是个好结局啊！可是往前走，我最后要怎么往前走？最后没有门嘞、欸！哇，哦，好多 BGM 啊！再去读干那个记录吧。门在下面，对啊，应该下面。我们再逃一次吧。我想再逃一次，再往下走。去了一楼，走直直往下走。哎，我想先逃出来，木片我晚点再解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结局当然是最后再看到啊，我们先去用坏的结局。好，门是在下面嘛 ？OK， 等等，稳的。好，我们再来挑战一次。好，要来。哦，好，我们先感觉真的先绕跑，我们再去解木片有没有？要先解木片。好，我们先解这个吧。感觉我刚跑掉应该会有另外一个结局，我刚是没跑掉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挑战极限了。来，等一下，他不是绝地喊的，哦，我要被干啦，伊莎白。没解完谜题又跑掉，另外一个结局，感觉我要跑了。干，这幕真的超靠北，真的超难跑啊！来，哦，真的还好，这没有那么可怕。魔人之家那个女的看起来比较恶心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当然是绕跑啊！干，紧走！还好啊，已经死一次了，这里完全不紧张啊。可是超可怕，被追的第一次好像很可怕哦，最可怕那一种哎，不要干我。好，准备往下跑。哦，这里继续往左走，真的往下跑。来，要跑了。好。拜拜，师门，老跑了。但是扭曲成怪异形状的门板却怎么推也推不开。靠北推不开。于是切断了。不对，结局不一样。你要干什么？
你长得也太丑了吧，贱女人！你要去哪里？我怎么感觉我还是死啊？你为什么要离开？这里有什么不好？他立刻结束声音。这里坏事都只是故事，这里坏事都会有理由，这里坏事都是某个人的错。女娲凌乱里飞。天花板在尖叫，风被楼层上屋子上随时会垮掉，但这些都影响不到他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不喜欢吗？我讨厌啊！靠你这贱女人，我就不爽啊！那我可以改成你喜欢的样子，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靠背太扯了吧！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只有我会帮助你，只有我是你的朋友，只有我会跟你说话。就我会叫你伊丽莎白，反正我，其实就算没有别人也没关系，是你失而复失的，是我们是浮士德吗？感觉不是哎、欸，浮士德感觉是其他人，是我们是浮士德吗？不是吧，我们应该不是浮士德吧？对，还有东西啊，剪刀，一定是剪刀，一定是剪刀。绝对是剪刀！哇！用剪刀剪歪他了。哦，福斯特是他爸、哦，感觉真的是他爸哎、欸，对，应该是他爸。福斯特应该是他爸。谢谢你，啊！但是我已经可以醒来了。哇！我们用剪刀把他。干爆啦！感觉我们应该醒来了。我醒醒。哦，我们醒来了。你睡着了吗？我天啊，我才进去多久，你竟然在这种地方睡着了？会感冒的，快起来，我们要回去了。真是浪费时间，你不会相信这房子有多破。这感觉是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是跟他婶婶在一起，然后婶婶要带我们进去刚那个屋子，然后进去那屋子之后就开始怪怪的。IB 我已经玩过了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效果，我已经全破了。IB 模拟之家我都全破了。小两米，而且什么也没有，怪不得没有人要回来。嗯，怎么了？什么？你忘了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爸爸给你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以前？早就坏掉了吧？要那个做什么？我可不要再进去一次。算了吧，不然改天再说好了。伊莎白已经在等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对，伊莎白应该还活着啦。伊莎白还活着，就是她的双胞胎姐妹之类的。接下来要住在一起，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在吵架。快点走吧。应该我们已经醒来了，这应该也是个好结局啊。好，哇，完成一个结局了。哦，我们等等再去玩木片的结局吧。稍微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按个广告，等等再继续玩。等广告结束之后，我们再来破最后一个结局。那轻轨哦，轻轨我听说不是出第二集嘛，可是第一集我没有玩过啊。这游戏我听说有四个结局啊，我已经过了两个。啊，今天有点累啊，开了整天。零哦，零我以前有玩过。好，慢慢等这个结局放完吧，等等我们再去破最后一个结局。
哎，前方木片我都没有破。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浮士德吧？所以这部名称就叫做《浮士德的噩梦》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我们是浮士德，然后我们在做一个噩梦，然后醒不来就永远在梦境中，所以就是坏结局。然后这个结局是我成功逃脱梦境了。感觉这部不错啦，这还蛮好玩的。好，我们等这个结束之后，等再破另外一个结局。IB 我破过啦，感觉我玩过的话，玩起来就没那么好玩，因为我都知道要干嘛，要就玩这种没玩过的才好玩。这个游戏好像是台湾人自己做的，我觉得做得很棒啊，对啊，这部真的很厉害，感觉比模拟之间和 IB 还屌啊，因为它剧情整个内容量比较庞大，我觉得还算不错。好，二楼奇怪里面的东西，那个是。那个玩偶啊，好，结束了。尸体派对，我觉得很多人会真的不敢看，因为尸体派对真的会吓到人，尸体派对比较可怕。尸体派对，因为尸体派对真的会有鬼跑出来，而且很刺激那一种。是不是我们用剪刀把娃娃戳爆嘞？好了，我们要个结局要破，我们再破最后一个结局吧。第一个结局感觉就最废了，那个之后再说。尸体派对是猎奇向，对啊，尸体派对各种，傻小，感觉就是在告诉我们故事还没结束。浮士德，尽管做梦吧，直到我们再见面为止。好的结局，浮士德的白日梦。好，我们来去玩最终结局吧。通话特点与什么什么开通？是娃娃是贱女人，是娃娃就是那个魔鬼哦。对啊，其实蛮像的，都是紫色的。娃娃就是那个魔鬼。娃娃等于梅菲斯特等于贱女人等于魔鬼 ，OK， 看特点。这刚才是真结局吗？感觉不是哎，你们不是说木板要打开吗？好啦，我还有个木板要怎么拿、啊？有没有个提示啊？对啊，我已经懒得再找了，我们来去。破出真结局吧！等待雨衣吗？钢琴我没有破出来。所以我那是真结局哦。可是玩具房地毯左上角有这个木瓶，玩具房地毯左上角。接下来是隐藏结局。好，我们来玩隐藏版娃娃房的。玩具间地毯的左上角。哦，玩具间在三楼。玩具间是这间吧？
这边地躺哦，你们都这里哦。五号木板我拿到了。你们说这里哦，哪里啊？这边有个。是被双胞胎追杀的时候被追杀。地毯的左上角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感觉这里。好哦，得到木片了，好 ，nice， 好，我们去用木片。把最后一个木片拼起来，看个真结局吧。哎，花小姐这边看一下，我觉得她奶奶不会被埋在这边。哎，这边还是一样可怕，我还是离开啊。哎，存档哦，好，存档，存档，存档，感觉真的会存死。好，我存个档。四，四是放左上角。好，六，好，把木片拼上，拼上 ，OK， 拼上了。拼图背后掉出了一张纸，哦，乐谱，我拿到乐谱了 ，Nice， 我们读个乐谱吧。三小。去干那间，估计是要谈谈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安安你好。感觉这边就有东西可以拿。看颜色吗？看颜色谈吗？这其他的不重要啊。我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极难那种哦，看颜色糖哦，我写一下红、红、紫、紫、蓝、绿，这是水蓝吧？红、紫、蓝、水蓝、橘、绿。然后下右下角那个粉有点像粉红，就是粉红啊。墙壁上提示与乐谱与钢琴上要结合。啊，然后嘞，好，好，然后我们这里要弹的是红。是我们要照的红紫蓝吗？红紫蓝吗？可是，红色是我要 R 和 F 啊，我要 R 和 F 还是两个都要按啊？红色我看不懂红色我是要按哪一个 R 和 F 啊？最难的一种我要先红啊，红紫蓝。我还是看不太懂去下面那个房间，真的要弹的是隔壁间的，上下比对看一下。对，没有 ，F 是粉红吧？我还有个粉红
乐谱上有提示没有？上牌是黑键。好吧，我看看，红色应该是上面的。英文字幕更改。F 是粉红，好，那我来红，红 R。最难按那一种哎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右边是要按上面黑键。好，好，我来弹喽。红，红是，最难那种哎。好，我来弹喽。红 R。紫是哪个键啊？一惊叹号，紫是 L 吧？紫是 L， 蓝是 K， 水蓝在上面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开到这晚给你补个鞋，感谢您的订阅啦，谢啦。A K K O V 水蓝是 V， 哎、欸、，V 哎、欸、没有 V 啊？为什么不能 V？ 是 V 吗？我没有 V 哎、欸，哦这是 U 哦，好哦原来是 U。橘色 H， 绿色 G， 粉红是 F， Enter。 好，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欸、好，哎、欸哦，所以我、欸、好了，我们换一下。哦，你说红色跟那个搞错了，好。那我们先从 F 开始啊，红色是 F， 紫色是 L， 红紫，蓝是 K， 水蓝是 U， 橘色是 H， 绿色 G， 粉红。Enter。 欸，好，我们去隔壁房间吧。最难那一种欸。好，看这谁看得懂啊。红色是冒号，红色是冒号。哦，红色是好，再一次我们重弹。红色，哦，所以这才是红哦。哎、欸，这不，哎、欸，哦，我懂了。哦，红色在这左边，抱歉，这个颜色太奇怪了，不能怪我。好了，红色是。红紫，哦，我懂了，原来从右边到左边啊，这个很难啊，别怪我啊。好，开始弹红紫，好，紫是 L， 红紫蓝，紫蓝，橘，绿，哎。哎、欸，这是好 ，F， Enter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可是这样不对啊！我弹了、欸，哎，他按错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再次。
还这是 R 吧？不对啊！好，我们弹快一点。下面，然后嘞，寻名曲，与寻名曲结合，最后是，哦，教你红色对应，好好把乐谱提示。看，这超难那种哎，这最难那一种哎，哎，然后嘞，哦，所以要弹这间的、哦、G U H G F G U H G K，好。为什么是 G U H G F G？为什么你们知道？好了，我复制贴上了。哦，这十个才是我要弹的。好，最终顺序是。超全拿去对颜色啊！等一下，坏，好了，算了。哎、欸、哦，我懂了，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，我终于懂了。好，不行，我决定要自己研究一下。哦，我终于懂你们的意思了，原来这么简单啊！好。哎、欸，好，好，红色是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红色是惊叹号，小老鼠是紫色，小老鼠是紫色，钱是蓝色，钱是蓝色，钱是蓝色，然后趴是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一点就通啊，Wins，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啦。好，我去对一下。我决定自己解除这个问题。哎、欸，我还要再把歌谱抄下来，最难那种、欸。这个极难哎、欸，感觉就不能怪我啊。哎、欸，红色是多少？好，等下我去把刚，我要把刚那个抄下来。好，然后这边乐旋律曲是，好，抄下来。哎、欸，最难的一种哎，这很难哦。没啊，这感觉你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啊。好，我要来弹哦。所以，好，我要来弹了。所以是，哎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是绿色，所以是先 G。第一个是绿色，G。然后趴 percent 是水蓝，G U 米米米，米是橘色，好，G U H G U H G。
然后问号问号问号是粉红色 F 号，然后再 GU GH，然后最后是浅红紫蓝蓝色 K Enter。坏？为什么？我弄错了，我有弹错吗？再一次。G U H G F G U H G K。有了！哇，打开啦！各位，我们终于突破这个难关啦！好，打开了。好，我们得到了红花。好，虽然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啊，终于过了，难啊，极难那种天哪！我认为他在做梦，但其实躲在美梦里的是我，是我不敢面对受苦的玛格丽特，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，所以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。但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的职责应该是帮助他回到真实世界，而不是带头逃避现实。我竟然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想起这么简单的事，哇！这应该是男主角，就是那个男主角写给玛格丽特的。是时候该结束了，我要去教训他离开，我要去教训他离开这个地方。已经有好段时间没有经过他的房间了，但果然还是去吧，带着花一起去吧。醒来吧，把不该带到的现实留在梦里。嗨，卡莎。卡莎，你要去哪？卡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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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莎。卡莎不是间。卡莎嘞？卡莎呢？应该是钢铁剑吧，钢铁门是开着的。好，钢铁剑。靠呗！刚刚都感觉我要出事哎！谁在哭啦？是在哭腰哦？谁在哭啦？他循着熟悉的声音推开了门。看你觉得这条灯带怎么样？很可爱吧？下次一起带着它出门吧。爸爸说会带我们去海边哦。咚咚咚！哎呦哎呦，那是玛格丽特哦，这是他妈，那是玛格丽特。他就是知道那是玛格丽特。玛格丽特怎么在那？今天灌木上的花都开了，等着我们出去野餐吧。他看不到洋娃娃说话，不行哦，不可以到墙的外面，我们只要待在这里就好了。对了，这只是梦，他想，只有在梦里才会有人帮助他。就在梦里才会有人和他说话，就在梦里他才有朋友，就在梦里他才见得到玛格丽特。哦，玛丽特感觉已经领便当了，这是在梦里啊！啊，今天真的好，我希望怎么不要结束。伊丽莎白，感觉这样不要想也不错。他好几次都这么想，看光还是不行。不醒来的话，什么都无法继续。对不起，虽然我不是对不起，虽然我不是伊丽莎白。他这么说，地板随着他发出的每个音在晃动。他说，虽然我没办法讨你们喜欢。虽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坏事，但我还是要回到有这一切的世界里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可以醒来了。”我感觉我要被操嘞！那我把你也叫醒吧，让你醒一醒，看清楚吧。他看着哪里，不管是谁都知道。那个人他根本就……看我！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玛丽莎怎么了？我不是伊丽莎白啊，我是什么？弗利德啊。他脸上和窗外的阳光都不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跟你走？你要和那个人说什么？感觉我要被他操嘞！玛格丽的面孔是模糊的一片，瘦得像骨头，身体重了一步一步拖着一团漆黑走来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，都是你害我跟伊丽莎白。我那个贱女人是不是他妈啊？你等一下，我们发现我，我发现我刚好喷东西出来，捡个东西。哎咻，刚踩到脏东西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游戏。你都是你，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。你每次都偷偷和那个人谈论我，在旁边向那个人说我的坏话，那个人只听你的话，你暴露什么他就做什么。终于，他发现玛格丽特并不是在对自己说话。问题是出在哪里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只要有你在，那个人就不会看着我。那个人是谁啦？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是我晚上吃的东西掉在地上，我刚才发现呢、别乱嘴啊！我晚上有吃那个什么，类似手卷的东西啊，然后里面有那个生菜，生菜今天我在吃的时候喷出来，我刚才发现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来了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会有你？那句熟悉的话开始传进耳里。只要没有你，哦，触鼻也来啊哦。只要没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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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够了没？你到底要干嘛啦？我感觉我要被操了。我没有存档怎么了？花棒跟猫咪的尸体，问你出在哪里呢？就这样，花棒跟猫咪的尸体。现在呢？现在要干嘛？估计有地方可以让我存档哦，有存档，nice。卡萨怎么死了？卡萨你就不对啊，这只猫咪死了，我家卡萨不会那么容易挂掉的，我家卡萨依然健在，不要讲那么不吉利的话。好，猫咪喷了，好，感觉估计要出事了。他发现了，我是不是要被追了。他们发现王子在看的并不是他的，意外地有不少人。啊，不懂哎，再看一次。好，来继续，来喽，再看一次。王子在看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好，算了，我通了。好，我通了，Go。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不要吓人哦，人吓人吓死人哦。王子是主角的爸爸，然后现在嘞？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去这里吧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好，这是没错吧？我应该坐来这里没错吧？可我没有拿到任何道具等一下我还有没有东西没去过啊？木头过了啊，够了，钢琴也弹了。去给兔子的地方，好，要来了齁，来了吗？有我存档。来，给你兔子。要来了，要交给他嘛。来，给你。
不管他，不行，好，别屌他，好，然后别屌他，好，那我们应该可以离开这里了，又要跑了。哎，我都不屌他了，我没有说我留在这里，你还要来操我，你够了没啊？哎，又是你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怎么又是你？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每次都会吓到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溜了啦！好关门。哎，别操我，别操我。来来来来，我现在的在梦之都想被结束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绕跑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已经挡不了我了。你现在对我而言完全没有任何……背景变了，背景变了，背景变了。刚有个人要散掉了，背景变了，快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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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，追我啊，笨蛋！你以为我这么容易被追到吗？快来追我啊，来追我啊！好，准备要往下跑喽。靠背，发小啦！糟了！为什么我没被抓到？为什么我自己喷掉了？门在哪里呢？前面、后面？他分不清楚方向了，跌坐在地上。黑色开始慢慢撤他，不要！为什么我死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活着。往这边，哦，谁来救我了？我猜是那个有个男的。我走最慢那一种，我要往下走，往上走，往下往上，往下往上，往下好了。哇，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，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！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？不好意思，又是谁啊？啊，太好了，你醒了吗？对不起，但是在这里。但是在这里是会着凉的。你住在这附近吗？是吗？我也是，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没什么事。听说这栋房子要被清理了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是以前在这里工作的看护。只是我想房间里应该有一架钢琴，我希望新的主人可以不要把它丢掉。算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，也已经很老了，可能放着很久没有保养了，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我不会唱。是以前，什么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大部分我都已经不记得了，该从哪里说起才好呢？这个人是谁啊？这看护是谁啊？为什么？这就没了？啊？What？ 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？等等，结束应该会有个结局之类的。我们等一下吧。是刚才是席贝尔吗？席贝尔是谁啊？不懂你们懂吗？我不懂我看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。为什么？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吧，等这结束应该会有。席贝尔是医生，等于看护，等于猫。猫咪等于席贝尔。所以刚才看护真的就是猫。所以要往上走，天哪！
是吗？好了，等等我们再走上吧，等等我们再往上走。猫咪等于喜贝尔等于暗恋马格的人，是猫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太懂了，还是这个截图之后会有个好了，我们看等截图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吧。双胞胎追上，还有个 Space 双胞胎追上，那感觉我没有玩到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，子云在楼下，我去找一下他，我去接他上来。我下去个2到3分，我下去个3到5分钟，等一下。先下去，我下去一下哦。
然后各位回来啦，我们一个 ending 什么什么 ending 花之歌啊，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真结局吧。同温的原因。我们来看一下特点吧。我是大王哦。是我们破完特点，然后嘞，我们现在全开了吗？不。这已经是最后一个结局了。是没了吗？是刚才就是隐藏结局，可是看不懂你们看懂是什么意思吗？特点要写问卷才看得到。我要怎么看特点啊？所以有特点吗？主角在梦里以为自己是伊丽莎白，拿剪刀的就是现实中女主角的形象，但最后有刻意意识到自己的身份。要搭配日记看。主角想要伊丽莎白消失，成为那幸福的孩子。双胞胎 gank， 我什么时候被双胞胎 gank 了？我想一下。特点在第一行，特点在最上面。我要怎么看特点？所以游戏结束了吗？特点在 EXTI 的第一行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哪里啊？第一行没有啊？哦，请填写完通关问卷后，输入页面上显示的密码。好了，我要去输入，我要看特点。打个网址，我要去找特点来看啊。HTTP VT.CC BCQA8 OK 问卷，好，我填了个问卷，请你自己游玩本作。好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问卷，感觉我们要，好，我们来看问卷。玩完了，当然要看一下问卷。好，请问您是自己游玩本作还是看实况？我是自己游玩。请问您年龄介于下列何者？21到30岁。您的性别是男？靠背怎么有其他？请问您的台湾国籍是台湾？请告诉我们您或实况组游玩了几个小时？我玩了。玩了多久啊？加起来应该有9到12吧。好，继续。原作者希望大家不要把特点密码外泄。好吧，那好，等快完成的时候我会把它黑掉。有本领开始可以。请问您最初由何处得知本游戏？我是在巴哈看到的，还有游戏新闻。对，我是看这两个。下面哪些问您觉得解谜游戏最重要要素？美术设计、谜题设计、游戏题材、气氛营造、故事剧情都要。您最喜欢本作哪些方面？游戏题材、谜题设计、美术设计、气氛营造、故事剧情我都喜欢。您认为本作哪些方面需要加强？完全不需要加强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
谜题设计太难了啊，简单一点啊，不然我像我这种低能儿解不开啊。好，继续。哎，好了，我蛮喜欢这游戏的，非常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哎，谜题设计满意啊，因为太难了。音效设计我觉得不错，故事设计好。有什么想对制作团队说的话？太神啦，这是个好游戏，这是个好游戏。Wins， 感谢您。感谢您辛苦的制作这游戏。好，好了，我要把这个先切掉了，不喜欢外界。好，关掉。好，特点密码我已经看到了，不过好，我要输入特点密码，不过我不会让你们看到。好，我要先关掉，不给你们看。好，我输入完再进去特点那边。大家有玩的话可以填个问卷。好，特点输入完了。好，特点输入完了。瓦伦丁。哎，这家伙是瓦伦丁啊！哎，瓦伦丁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要外泄啊！完了，已经有人外泄了，算了。瓦伦丁，哎，好，好，我们来慢慢看一下故事的说明啊。这家伙是瓦伦丁，就是那个从上面摔下来的那个。这家伙是瓦伦丁，哎，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梦中那个笨笨那个人，哦，玛格丽特为了与福士德私通，毒害了自己的母亲，所以就瓦伦得知妹妹的不忠后，顺利找上福士德决斗，精神错乱，玛格丽特在狱中杀死了自己未婚产下的婴儿，而瓦伦丁含恨而亡，并悲愤地诅咒了自己的妹妹。那我，哦，这是玛格丽特的哥哥就对了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奶奶就是在那个水池里面被杀掉，是玛格丽特他杀的，玛格丽特与福士德杀的，只是福士德还不确定是谁，把玛格丽特把自己的妈妈给杀掉了，然后这瓦伦丁是他哥哥。精神错乱的玛格丽特，然后玛格丽特还杀下了自己未婚产下的婴儿，而瓦伦丁含恨而亡。他怎么死啊？他没有说，哎，没有说瓦伦丁怎么死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在这场梦里，家人准备了各种治疗方式，都对玛格丽特的异常没有效。是玛格丽特就啼笑了，她明明怀了心爱的人的孩子，却不肯周围的视线而已折磨。往内来访时，一度安静下来的他陷入恐慌。他不想听从哥哥的建议，争吵之中意外地将他推下楼。哦，哦，哦，那时候我们不是玩到一半有被推下去吗？然后瓦伦丁那时候被推下去，他就应该已经死了，所以他是被玛格丽特杀的。因为玛格丽特恐惧的时候把他哥哥给杀掉了。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流产了，孩子就死掉了。好，懂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下去。哎，然后这三只小猪，这三个小王八蛋到底是哪三个？我们看一下。福尔基亚斯是希腊神话中共用一只眼睛和一颗牙齿的三姐妹女巫，在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中。出现于充满奇幻色彩的第二部，在这场梦里，他们是曾与少女一同生活过的小孩。哎，应该就是我们不是有个地方有五个床位吗？然后这三个小王八蛋应该就是床位里面的东西。他们是曾与少女一同生活的小孩，带着他所经历过的各种负面记忆，在噩梦中制造的恐惧。哦，就这样。哎，没了。
没有，这只是这两个人，应该还有其他人的特点。好，我们再看其他的特点。我从第一个开始看啊。哎，没有哦，浮士德哦，我们是浮士德啦。哎，是吗？哎，不对啊，可是。这个哦，可以从第一个开始看了。所以我们就是浮士德，我们就是浮士德，然后用自己的灵魂从年迈老教授，哦，是浮士德本来是个老教授，然后变回青年从我身上。哦，反正我们的真实身份不是少女啊，我们真实身份是个老教授啊，只是做这个梦的时候，我们变成，哎，是变成一个少女吗？啊，对了，应该是，他在重返故地后显示，好，将过去的现实与自己的愿望夹杂在，他从魔鬼口中获得了不属于自己。所以玛格丽特是我们的老婆吗？游戏音效有点大吗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们调小声一点。我小了一点，继续看，是吗？哦，那只是参哦，那只是参考人物哦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吧。哎，是吗？好，好，那只是参考人物。好，我们这场的浮士德，我们梦中的浮士德是一名性格孤僻的少女。她在重返故地后陷入了睡梦，将过去的现实与自己的愿望混杂在了一起。哦，反正我们就回到中，我们就是这主角啦。我们回到梦中，然后将以前的过去的现实和自己的愿望混杂在一起。好，他从魔鬼口中获得了不属于自己的名字，所以他本来不叫伊丽莎白，他是叫浮士德。对，他不叫伊丽莎白，然后那个魔鬼一直叫他伊丽莎白，并参加了赌局，誓言不会滞留在暗夜之中。誓言不对任何一秒说出你真美好，请等一下，却还是挽留一段不该重来的时光。哦，反正就在梦中，我们绝对不能觉得这梦中是美好的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离它。这样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我们来看魔鬼吧，玛格丽，他魔鬼玛格丽特吗？梅菲斯特。好，这是好。在梦中，身为少女唯一的朋友，他跟着少女重新的检视了过去的记忆。他知道他的一切，带来他想要的东西，以他所向往的名字来称呼他。因为我们主角自己想要叫伊丽莎白，然后他就叫伊丽莎白。而他究竟是恶魔梦里的幻影，是小女孩丢弃的布娃娃，还是一场噩梦？我无从得知。哎。这跟不知道他谁，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，反正就是他把我们带进这个梦境中就对了，感觉是布娃娃。哎，我觉得是布娃娃。好，下一个，这猫咪，好，他就是喜贝尔啊，这猫咪就是喜贝尔。西贝尔痴情地爱着玛格丽特。属于这场梦中的西贝尔负责照料玛格丽特的起居，积极付出，却还受到玛格丽特的误解。啊，反正就是帮助我们的人啊。对，好，这家伙是荷姆克鲁斯，人造人。大家喜爱伊丽莎白，但是在梦中损害心意。这个人被幽冥城可怕的独自提醒。
再将这个自我满足的幻觉推向楼梯的那一刻，他还看清楚这个人及自己分别的死亡。诶，好，好，特点结束了。好了，感觉要搭配日记看啊，真的看不懂啊。好啦，今天稍微有点累了，今天大概就先开到这里啦。如果各位自己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，赶快自己去下载来玩吧。这款游戏叫福斯特的噩梦，真的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下载来玩。然后好，我们进入广告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就开到这里了。我从早上开到现在，其实我也有点累啊，感觉我快暴毙了，对吧？差不多了。好啦，下次如果有玩恐怖游戏，我会再开给你们了。尸体派对哦，过阵子再看看吧。好啦，如果还有什么好玩的恐怖小游戏，我不只会打咯，我也会玩这些东西啊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的陪伴。Wins 再次跟各位说一声晚安啦，各位已经11:38了，赶快去睡觉。而且由于我今天开的那台，我到现在连澡都还没洗，我觉得我是该去洗一下澡啦。好啦，各位拜拜。哎，等广告结束，放个广告。等广告放了。关咯。哦，累了累了。听到卡莎在叫我了，我觉得我该去找卡莎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有买个逗猫棒，我要去跟卡莎玩了。我不理你们了，好啦，关台咯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我要去跟卡莎玩了，再见。